小明哥黄四姐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。感谢我的。不行，是不行。你喊啥子嘛？我给你送一根丝帕子嘛。我要你一根丝帕子干啥子嘛？我戴在门头上啊，我新郎又好看呐、啊。坐着有人瞧谁？我这个娇娇。精彩的，真的是铁精彩，晓得不？把你唱的这个版本听了以后，在别的版本不听了，真的。你呀，你就是学我。啊，不是师姐，感觉太好了。关键是你把那个男生呐、啊、唱的比男生还要男生，真的是。是不是？这个男生的这个感觉的话，不是一般的人唱得出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是我唱不出来，真的我。你太过奖了，那个感觉太好了，你是我永远的老师。不是你那个小份儿，哎，听得太舒服了，真的蛮舒服。谢谢华哥，嗯。